好，大家早安，我是陈福宏，每天早上陪各位看盘。那从美股看到台股，台股再看到个别股。那么每天早上，我想在八点钟的时候呢，是一个每天要操作前最关键做功课的最后时刻。那每天，我想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是上礼拜大家都在关注美国银行倒闭，还有瑞士信贷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看到昨天晚上瑞士信贷啊，股价大跌50%。那我看了一下收盘的一个价格，大概$0.9哦。那各位如果说不健忘的话，前两天就上礼拜瑞士银行收购确定要把这个瑞士信贷给接收的过程当中，它出的价格是$0.76。所以昨天大跌50%，还有$0.9。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大家昨天看到那个瑞士信贷跌50%啊，如果你只看股价本身会觉得好恐慌，哇，跌了50%，银行股是不是又完蛋了？但是如果你有去注意到瑞士银行它收购价格是 0.76 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距离，代表什么？代表昨天的拉回只是贴近人家收购价格。那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因为它的 AT1 这个应急债券这是瑞士信贷本身自己银行发的这个债券完全被减记，也就是说完全变为零变成币纸一张。那像昨天我们金管会也主管机关金管会也针对我们国内的所有银行盘查了一遍，你们有没有买到这种被人家直接消灭的这个债券答案是有，260万，不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在对台湾来讲，银行股这边暂时松了一口气。当然有关相关的曝险部位呢，那么还是存在那在这过程当中，至少我一开始跟他提到说，如果你昨天晚上看到瑞士信贷跌50%，要不要紧张？我认为不用紧张，因为什么？那个已经既定事实了那既定事实的事情代表什么？你各位看到昨天它大跌50%，看到危险对不对？我讲过，当你看到危险的时候，你要想到危险背后有没有机会，而危险本身，什么叫危险？不确定叫危险不确定的东西叫危险。所以大家之前在上礼拜，包括自营商狂卖股票将近300亿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个雷曼事件出来，所以他们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肯定，先卖再说。所以造成台北股市在上礼拜一波，应该说上上礼拜四礼拜五跌到上礼拜为止连跌大概7个交易日，应该说严格来讲是6个交易日。在6个交易日里面呢，我想我上礼拜跟他讲，我们要感谢自营商杀股票，要感谢外资的杀股票，因为什么？有他们的杀盘，各位才有相对低点。那今天早上大家一看，哇，美股好像还好嘛，对不对？还好，没错。银行股虽然有在跌，然后包括这个第一共和银行也继续跌，为什么？可能筹资的资金不够。那一看到瑞士信贷被收购之后呢，还有债券被减记所以银行市场还是有点紧张，所以相关的银行类股当然还是弱势。不过，正如我上礼拜跟他讲到的一样，在当大家还在紧张于所谓的矽谷银行倒闭，还有瑞士信贷的一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我说我却看到了美国资本家们在同一个时间偷偷在买进很多美国的半导体类股，甚至于他们过去的尖牙股所谓尖牙股就是大型的电子股，包括苹果电脑啦、亚马逊啦，还有这个微软。Microsoft， 甚至连最近一条软体公司叫做甲骨文 Oracle， 也开始慢慢有要涨的一个现象了，所以可以发现到说，在大家恐慌的时候，你看到市场的危险，其实华尔街资本家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你看到危险，他也正在找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昨天晚上美股并没有什么明显上涨，但是呢，电子股该涨了还在涨，不过昨天晚上美股涨得比较亮丽的股票，倒是有一个族群我特别注意到就是那个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 还有那个 Caterpillar 就是代号是 CAT 好像猫这两家公司呢，昨天涨幅还不小一个美国钢铁涨3%以上，那这 Caterpillar 涨2%以上，所以美国市场在昨天
也就是说它不是指数大涨大跌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发现到电子股持续在往上创高，包括我们最近特别注意的 AI 什么 AI 红利的一个关键的领头指标股叫做 NVIDIA。 NVIDIA 昨天没有大涨，但是持续收红，代表什么？代表这个 AI 的题材在美国市场里面呢仍然持续在发酵当中，并没有改变。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投资朋友，我的看法是利用这个拉回里面找到自己适当的股票去做一个这个卡位，我认为对我来讲那是机会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那什么叫机会，什么叫危险？很简单，机会就是有未来的，不管是产业面或者是公司本身，只要它的未来的产品有迈向的，有未来性的，它都叫机会。什么叫危险？不确定的事情叫危险，或者是在成长的时候突然间确定衰退，那叫危险。但是反过来讲，看到危险你一定要想到背后一定有没有机会，已经看到了嘛，对不对？危险看到了，你要想危险越大后面隐藏的机会会越大，这是相对的。所以这个机会跟危险之间是我这26年来在市场实战的过程里面我所体悟到的最高的所谓的操盘心法，然后就这四个字，机会危险。那我也把它解释了，什么叫机会，什么叫危险，只要你能够把这四个字灵活运用，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在未来投资的一辈子生涯当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什么，很好的判断的基础。那我们来看一下，每天早上既然八点很重要，待会开盘要做什么？那既然昨天晚上美股，美股没有涨跌，在等什么？在等 FED 啊。FED 在美国时间，3月22号，他即将公告，他到底是要升一码，还是有人说不升息？那这更重要，我认为更重要是什么？他会后那个声明，他的终端利率是维持过去所说的吗？还是会稍微低一点点？还是会再高一点点？我想这次的 FED 的一个升息的码数以及后面的会后声明，我认为会一个程度上对于后市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里面会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性的作用。所以这两天观望很好，那观望过程当中我还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仍然对于我所看到产业成长的股票以及这个产业类别啊，我还是有兴趣。包括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大家应该也看到一个消息这个友达友达也释放出一个讯息，那除了去年面板已经有集单之外呢，大尺寸面板大概酝酿在涨价，因为去年跌得多，今年在涨幅比较凶一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他发现到PC 集单也来了那包括各位可以看到最近包括三星包括高通，三星已经出了旗舰机嘛，对不对？那高通也准备在下半年开始要 order 下半年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也开始有些单子开始进来了。所以可以发现到电子产业里面比较弱的，包括各位所讲的那个打库存的手机啊，中国大陆解封之后需求还没上来啊，但是该按照时程推的这个产品还是会推。所以这方面上游的接单厂商，我只是上游的接单厂商会先接到什么？先接到订单你主要产品比如手机还没卖之前你要先下单嘛，所以上游谁供应给高通类似的概念或者供应给三星，这些关键零组件开始要备货过程里面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商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各位，我昨天除了看到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美国钢铁跟 Caterpillar 上涨之外，另外一家股票又特别注意到什么股票？ DELL Dell 电脑。哇，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跟他讲过，我看到 HPQ 我说那已经止跌讯号，虽然还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讯号，但是 HPQ 在上礼拜我看到它止跌了。昨天看到什么？昨天看到是 DELL 戴尔电脑出现一个上涨代表 HPQ 的已经领先止跌之后， Dell 它也出现一个止跌讯号，代表说连笔电或者是一个 PC 的部分开始也有一点点在美国资本市场有点在做止跌的动作了。所以这个东西市场敏感度高的你会去找AI 现在是最强的，没有错，这个目前在电子类股当中可以说是盟主但是呢掉队的过去掉队很久的 PC
开始从美国市场的惠普以及戴尔电脑都看到了美国市场开始有点动作了。那加上我们刚刚提到友达也释出说，哎，他看到有这个 PC 方面的一个急单，所以在这个动过程当中，我所观察到了，我这边直接跟大家讲，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我怎么在等待 FED 公告他关键利率的政策以及会后声明这之前，我先找好哪些股票，一旦确定，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哎，确定的时候什么股票啊，就是它，赶快买。那如果说在这个之前会不会动作，其实有些股票不用等 FED 啦。那个好的就是好的，不会因为 FED 啊，除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往股票市场好的方向在走，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啊，各位稍微留意一下。那至于每天早上今天我们该注意什么东西，我们举例来讲啊，在上个礼拜五啊，3月17号早上6:40，我是不是很明确讲一句话，我说美国股票科技股正展开新的一波涨势啊，这是我个人看法，上礼拜我是讲的啊，事实上我礼拜四就说了哈。啊，那我们看下来之后，我就会这个台北股市，那这边在这个所谓的个股部分，我当天早上个股部分我解到第一档股票外资新口合一加码 IP 的指标啊，各位昨天各位看到有一档 IP 股啊，再度创下收盘价新高，对不对？哦，又创下波段新高啊，昨天还有人在创新高 IP 的股票，是不是我在上个礼拜五写的这档股票？对了哈，哦，那因为早上关系哦，那你啊想知道的话，你要拿到我们这份资料，这是我早上给自己。啊，盘前我自己做的笔记本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另外第二个啊，留意啊 IP 的比价效应，然后这是第二档啊，再来这个股票，噔下来之后，好，这是上礼拜五的。那昨天呢？啊，昨天啊，早上5:45你就可以收到了，很早，我昨天发了很早。我昨天是不是特别提到，我在看美国市场里面是强势整理，但是我电子趋势看涨不变之下呢，我看到美国一档代号叫做 MSTR。啊，这家公司在上礼拜五大涨11%，所以说，哎，软体类股啊，因为这家公司它专做这个软体的啊，属于比较 AI 类软体，我觉得它的还不错。那所以我觉得，哎，如果是美国市场这方面会涨，包括 AI 的情况下，我曾经讲过，软体股票为什么最近会红？啊，跟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有关系，因为从高速运算晶片到 IP 设计，到晶圆代工制造，这我们台积电的哈，这个唯一的目前是唯一的一家。那到伺服器，啊，伺服器之后到散热，啊，到高速传输，到网通产品，到最后的软体整合。那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美国市场其实为什么这家公司会大涨？因为各位都知道，现在数位时代，人手一只手机，好，大家几乎离不开这台手机，也就是数位生活在你身为周遭，你几乎已经无法离开了。那无法离开当中，手机里面除了知道里面晶片、高速运算晶片这些之外，萤幕之外，最重要什么？软体嘛，对不对 ？APP 最重要 ，APP 如何帮助你的生活处理资讯更加方便，而且它保护你资讯不会被骇客来偷走。OK， 所以这些软体公司应运而生，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相关的股票？我请大家特别留意到。好，所以这个之后包括这些重要的大型股啊，美国的大型电子股。那到昨天我们是提到啊，第一档，昨天早上提到第一档啊，这个什么中高速啊，这个舰艇的制造啊，这国建国造的部分。第二档高速传输的线材，去年获利创下年度新高。好，那第三档这家公司跟啊 Komodo 合作啊，要做什么企业端点的资讯保护啊，这资安的部分。第三个。啊，第一季推出的 AI 生成式的安全辨识产品，啊，这是软体的。最后一档 AI 财报以及 ESG 啊，碳管家的系统服务，啊，这是软体的。好，后面我就写了三档软体，我列入注意的。那这五档股票有软体有列三档，对不对？哦，昨天好像我看了一下收盘，两档亮灯，啊，收盘，哇，所以代表什么？啊，市场其实在这个族群当中，你就留意到，哎，到底你机会是怎么找？你可以从美国市场。找到美国的市场的变化，找到台湾的机会点。那今天早上一样，我在早上6:36，我说今天台北股市将会再次挑战这个位置，哦，以翻扬的什么哦为整个 OK。如果你想了解台北股市早上的一个大盘动态，那我就两句话带到。那今天强势股写的比较多档一点，为什么？我在做准备，准备什么？我刚刚不是讲到了吗？FED 准备要升息，对不对？
升息之后，在之前的这一天这一两天，我就要开始要帮大家找好哪些个股，我觉得可能在 FED 一旦大势底定之后，什么东西你要列为第一优先注意的哈。那我昨天找了一下，其实股票非常多了哈。那我认为以我的观点，我找出了像这个这有两档股票，它都受惠于 AMD 超微跟 Intel 它新的伺服器产品的这一家以及这一家，然后这一家跟这两家公司啊，大概都这次啊 ，Intel 跟 AMD 啊发表了新的伺服器产品有关系的啊，台湾的上游的供应链。啊，在第二档股票，法人连续加码，同时我也看到散户啊，不是散户，对不起，融券户再度进场了。这个如果你留着账，法人最近有在几乎买超好几天了。但是呢，融券户就是做空的哈，又开始进场了哈，这个我列入观察注意。那第三档这股票好像月底的时候要强制空单回补，然后空单还有1300多张，这个我列入注意。那再来这档高通来台湾看好什么 ？5G 跟这个 AI 的一个物联网。那这家公司下半年应该会优于去年期的同比哦，那这个我也列入注意。那再来这档股票，去年第四季由亏转盈，赚了 0.46。去年还是亏损的，不过这个由亏转盈，他今年的一月份单月就赚 0.81, 吓死人了。吓死人了，一个月就赚 0.81, 去年第四季才转亏为盈 0.46, 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出现大转机我也列入注意。另外这家公司的两个产品线就刚讲了支援 AMD 跟 Intel 的新产品。那这家公司呢受惠于企业的数位转型这听起来就是软体股齁。聚焦资安的一个产品。那这里这家什么公司有272亿的订单，我们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齁。订单在手到2030年为止应该是 OK 的。而且目前正在拓展印度跟美国市场。那最后一档股票呢 ,AI 的推理跟 AI 的训练伺服器单价的毛利率很高啊。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有去稍微了解一下，现在以前的伺服器然后资料做资料中心的，现在一旦加入 AI 这个功能在里面的时候，那一台 AI 的推理以及 AI 的训练的一个伺服器价格多好几倍。那如果台湾厂商有生产相关的一个产品的话，是不是值得你留意呢？这就是我在现阶段我在观察的一个标的。那这份资料我也愿意给送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今天早上6:36这份资讯，如果你有需要列入您的参考跟我一样在等待 FED 最后公告之前呢，除了 AI 晶片类股 IP 股票之外，这些股票我正在注意当中。如果你想参考的话，欢迎您利用什么利用打开你的 LINE 加入我的好友，你就可以来索取每天拿到我这份什么盘前我自己做的操盘笔记。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来告诉各位，在等待 FED 讲话之前，我们台北股市的盘势格局结构在哪里，待会告诉你。好，大家早安，欢迎再度回到现场，我是陈柏宏。那么早上那这个时间点就是要看今天盘大底会怎么走，然后再来是值得留意的股票是哪一天做今天早上准备操盘投资的一个准备。那么这就是我所讲的每天早上如何掌握机会如何避开危险。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刚提到了今年的机会，我认为就在这里。好，我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哦。那我认为股票市场在今年，不管是台北股市或美国股市，我认为有高几率的 V 型反转的机会。这个目前支持我这个看法理由仍然没有改变。各位去看这些我所当时1月3号今年开红盘所讲的支持我看这个方向的理由就在这边。那你可以发现到包括轻电子业的高库存在内，最近开始慢慢有越来越多有利的声音出现了。那这里也写了一个停止升息跟通膨恢复正常。那这些事情一直到最后发展呢，持续发展到最后是明年的总统大选。所以这几下大的因素但过程当中，那欧战结束这件事情各位看到对岸的这个领导人已经到俄罗斯去做类似要做调停的动作。那是不是能够成功呢？如果是，那是不是这件事情也结束了？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在这边所跟他提醒的几个重要事件，如果一个一个满足了，一个一个满足了，甚至充分发挥的时候，那么股票市场我认为它就是会走这个方向。
那当然现在各位看到越来越多证据了，不过这件事情要记住哦，我是1月3号今年开红盘第一天，我就做这样大胆的假设，我们过程在陪大家做小心求证。那既然大方向如此的话，我们怎么找到机会？上礼拜大家很害怕银行的事情，对不对？那大家觉得哇，看到市盈商狂卖股票，中小型股被杀乱七八糟，外资也在卖股票。各位要注意到，外资卖归卖，有没有大卖台积电？没有，他有调节台积电，但是没有天天大卖，代表什么？代外资并没有看坏台北股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台北股市结构很简单，外资一个重要的关卡点在这里，这是当时要大买700亿的那一天，你要记住这个位置。OK， 我在上3月9号提到，大盘就是这个结构，可以注意到我几个大字。好，一直走到这里，提醒各位，这里一个季线跟年线的黄金交叉准备出现，大跌大买，小跌小买，这是我的操作策略。好，底下跟你看到外资哦，虽然在卖，但是呢，来到上礼拜五，黄金交叉即将出现，这一条虚线叫做巴菲特支撑，它在即将黄金交叉均价线之上。好，那来到了礼拜五，你可以看到大图形长这样子。好，礼拜五跳空拉回这所谓的巴菲特支撑线，那最后你看到什么？最后看到的是哦，不好意思。好，最后看到它的周线图，以及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部分。好，这两条均价线已经即将进入所谓的黄金交叉了。OK， 那这边各位注意到两件事情：昨天晚上开始的 NVIDIA 的技术大会，聚焦会在 AI 的应用，而 FED 即将在美国时间3月22号跟台湾时间早上凌晨3月23号出现升息以及会后声明，这件事情将会决定了未来股票市场方向。所以整个结构来讲，对我来讲仍然是保持乐观，审慎乐观，没有改变。那如果在今天早上到底我在这里有注意哪些个股，我今天我列了蛮多股票在做明天 FED 升息之后的准备。那这方面如果你想拿到我们这份讯息，也顺便了解到说，哦，原来这个时候除了 IP 股票持续往上再创新高过程里面，有没有还在相对位置适当的值得你留意的股票，我想这个是现阶段你要这个做的功课。功课做好了，你一旦事件一发生譬如 FED 讲话说真的是只升息一码，或甚至是不升息，会出现什么市场反应？接下来是他会后声明讲了什么，市场反应如何？一旦他的反应，由于我指的是美国市场反应，美国市场会先反应，当他反应之后发生的现象是跟你的预估是一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把你现在准备好的股票，你在当下我就要决定我是不是可以立刻要出手。好，这个是在操作股票的过程当中，你有先做功课，先做好准备，机会永远是给准备的人。如果您在这方面在操作上或逻辑上可能需要我们的协助哈，也欢迎您利用加入我们的好朋友来一起来跟我们做一个今年台北股市的努力。那这份资料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利用刚才那个讯息当中来跟我们做个索取。我们下午见，拜拜。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